为了扩大中高龄银发族再就业，基隆就业中心特地成立银发专区，协助55岁以上壮世代的民众媒合工作，投入就业市场。好，我们成立这个专柜啊，这个专区意义非凡啊。我们中心特别拟定一个行动计划，就是透过我们这些就业辅导员，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护员，我们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劳工朋友的第一个深度咨谈、咨询，深度咨询或是套装的专案，另外就是不管是透过职务再设计、职业训练等等，我们希望这些壮世代的伙伴们能够重新、投入到职场。另外，迎接新年，就业中心也邀请基隆市清溪新文艺协会3位书法名家张玉珍、徐正泰以及杨淑慧现场挥毫写春联，祝福求职的好朋友们在龙年找到好工作。这个活动其实非常有意义啊，让大家不管是来在就业职场上，来求职，或是我们这个楼上的我们的厂商、希望能够在求财求职两端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合、让我们这些民众能找到好工作。今年是金龙年、我们这些书法老师在此敬祝各位新年快乐，好运连连旺，龙年行大运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